早上我们就是行程就是先去早餐，然后下午回来我们再设计。我去卷尾家不要。那那个盲盒是要去买哦。对，卷尾家之前我们配合过，没有，我是单独想去买来吃。我也想吃。卷尾家真的可以哦，因为卷尾家很常在外面。我们一起去卷尾家。大家是不是有没有啊？要分。事情想的太美好，我们是在招商，不是说我们要去找我们想吃的。没有，找他看啊，走啊，梦家梦门啊，是我们喜欢的。对啊，不方便的。哎，我喜欢全脸，那我们俩去找全脸。可以啊，对啊，那全力健身又会来。你还是可以讲，我已经从昨天讲到今天，我已经受不了了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啊，我刚不是就说了，就是我们会做的，你就不要讲话，我就说。哇！如果现场真的有枪，我真的是会往他们三个脑门开下去。你只有真没有功夫。你可以忍住吗？好，你要忍住哎。我都一直一直逼逼，你一直在。全部。那天红绿灯变魔术好了。什么魔术？哎，这个厉害哎！我只会这个。这个要练习耶，这个手法。啊、我只会这个。可是因为你知道，你刚太近，所以我其实看不太清楚，我是有点斗鸡眼。没有，我要用给镜头看。哦。他的观众是广大的观众。我跟他说我好近哦，我看不到。哎，你们昨天没有试过喇叭对不对？没有。嗯，这喇叭是好听的。前面的人想说，想说，他这喇叭可以，就是不会造成困扰，不会造成交通事故的，对，不会困扰，是凶的，但是又会有友善提醒的感觉，说哎，不好意思借过，不好意思借过的那种喇叭。没有，那是因为你按短的、啊，你按长的还是？因为有些喇叭听起来就很像借过啦。这种感觉，那这种喇叭是不好意思借过的，客气喇叭，对，客气喇叭，尤其开在台中跟弯要用客气喇叭，对，要用客气喇叭，不然你哪天变消破快的不知道。